我们今天还有24分钟，把握时间。那这一局我们就……我才刚喝，我还有两小时。爽 ！N12惊喜，喝第二罐。应该是跟你一样喝时间，所以应该是1小时24分钟这样，应该是这样。只是经验，是，还有我在这里好想练一下剑，而且今天视频很好哎、欸，啊，真漂亮，视频倒很好，今天视频很棒，那是你们很棒，他嘉玲不乱起劲啊，没有啊，真的是不懂，让他回。嗯嗯嗯，快点快点，那一只自己的法术自己赚，自己闪现，出去吧！大牛压脚，怎么啦？打太慢，没办法发，你就拉哦，你要帮我断哦。你不知道我干嘛还要等20秒30秒，反正你们谁断都可以，机器人帮我断一下，因为第二句你有一招啊啊，第二句有一招可以踢啊，那那个 CT 1.5分钟我要留下来抓两只的哦，他有一招恐惧啊，恐惧那个什么蛙哥那个好像你可以用吧，恐惧光金杖啊，还有一个毒粉那个什么你没用过吗？哦欸真的欸，隔时地也1.5分钟，我从来没有放过那一招，上场那招多好用啊，哦他已经，我已经因为我从来没用过那一招，我早就遗忘那一招，我把它放到快捷键上，跟你讲我才发现这场上奇怪什么好像没有用那一招啊，二 CD 好久，加点用吗？四八，真的哎，干我都忘记还有，真的完全忘了，拉走拉走拉走。拉回来拉回来。都拉了两只黄色的，三只黄色的。你走，你走，你走，走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，啊，他就这样了。不能打加一，就靠我们小怪清的好不好？没有可以跳怪的，那我们正常打。那都没有哎、欸。大王龙眼，等一下。不能跳怪，安爹那个嗜血给你开啊 ！OK OK OK。哎呦，距离怎么那么短？你就跳过去，没办法啊，不然他们要走。
要想办法消呗。那你怎么办？血多了，两只一起死。你当我 AD， AD 没事。我以为你在叫你快死了，然后上去。这两只打完要往上补地哦。那所有人就站在叉叉就好了，把叉叉四台。扣刀，扣刀，等下。其实呢，等下收割。三十层，是我没有地方可以烧，烧这样。去叉叉吧，去叉叉。好，太好了，干掉了。那行，你先错字。我有，然后我又有存在我的，所以就刺客先了，随便一只刺客打鞋长。让他站上去。
可以闹。对了，剩下那几只没有危险。照我的标打就可以。其实吧，告诉你，你的奶妈干掉拉，你先回吧，我先拉，那么简单，对不对？但是只有他哦。一剑跟刺客一起死。一个一起死啊！刺客，等一下我会控。他如果转的话，我会控。之后换你们控，如果他再走，然后等一下进往的墙壁边卡住。走，一边卡一边撞。这个大一包，出纸圈就闪了。为什么他们走那么慢啊？他们走超慢的欸，在散步是不是啊 ？What the fuck？ 没有迷路的。不可以他妈的走快一点！有来了，走快了。走快点，有那么难？大概八十下，我可以喊来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上！启动系统。开吧！放心。全使用，毁损这个装置，违反了使用者规范。奥北，你即将哪里去？你他妈的！还一枪！放心。啊，还好我有机甲。不禁跳过去了，你就给我踢嘛！我没看到你跳啦。你这参加足球队啊，一定会被人家打。是，那我不踢了。不叫，这不会踢球了，不要叫我踢啊！放心。绿哥，哎，我踢完了。我踢。
放心。快跑！放心。吉姆的 DPS 没有打出来，我从不卡在后面。打到20%、30%也发现。哦，原来如此。所以这就是我不玩兽王的原因啊。那个兽王就很容易卡虫，从以前就很容易卡虫，所以我但我都不玩兽王，我很讨厌带虫。你不是说像飞宝宝一样没有用？你要宠物的猎人就跟飞鱼。敢不知道是谁哈？我刚120就被我表打了。我不会玩猎人，你表打我没什么了不起。可是我每一只 DPS 好像都是，除了我的 DH。但我就只能玩轻的。我要风筝好了，我已经退到很后面了。退太后面，我这样转头了，你就不见了。要，因为我死了，死了。没有，你退太后面，我要转头了。我要那一只回满。阿尔，不要再退后喽！不要再退后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把我拉过来？他这样子又要吃到紫水了。他这样子不要再退后啦！我想说把你拉过来、啊。是我已经停下来了。好嘛，你拉好。好嘛，都不要生气嘛。不生气啊！我生气就不是这样。我不管。我还没有看过我生气。生气。好啊，要污蔑我？好啊，要这样啊？啊，好啊！那只小虫子快给他死！快趁他现在在外面的时候。啊！太早跳。不对，20层跳过去，对。撞到吗？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没撞到。啊！我不想进那一波。那群你过去吗？那群你过去。啊！看书没有眼镜啊？好，按哦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在后面。好，好，直接上啊！3、2、1，靠腰我了，我过去。等一下，我来不过去了，哎呦！好的。放心，你怎么喷一炮？不接。
太丧了。逃啊，小女孩！先打小怪，都先打小怪。我靠！还有个补印。结果刚好被冰角一只都没拉过来，操！哈哈哈哈哈！无奈了。我先换节奏，先。快逃啊，小女孩！好的，快逃！这个臭木桩，让我嚣张！啊，终于撑过了木桩了。要拉好，要所有人都有上坐骑，然后一起冲，然后就直接冲过去往那边，翻过我，然后开始打，这是最刺激的时候了。等一下，你在做这一只吗？对啊，要所有人上嘛，然后一起冲到冲过，就是穿过网，然后冲到他对面去，然后再开始打，他会比较聚集。是吗？对，上班了蛮多只怪，那很多只，我害怕。拉的有点多啊，总也是远距离，那只我动不到，好像动不了啊，那只高阶，那只可以断啊，只是。只是我会咬死，可以跑稳。那只停在上面，先打住吧。那只不要理他。小心啊，那边都是血水哦。然后还被砸了，砸他才会改。我刚刚真的飞过来了。干嘛？我要砍那个骷髅头，到时候用那个。我靠！尴尬的地方啊！我靠！跟着铁轨走就不会被炸弹炸，你们都不知道哦。哎，怎么他们从那一边过？跟我预料的完全不一样。我觉得铝比较好。啊！我完了。就下去驾驶变真实吧，谁就下去了？啊，这个别下去了，没有没有，他假死了，然后好像会变真实哎，假死好像没有用啊，假死没有用，假死没有用，他让你真实，然后啊，我不要被炸，我们全部一起下去啊，走，走，下去，哎，所以他这一波会过来吧？知道，这样又，因为死在后面的、啊，他没有进入视野范围。所以我们那波灵魂不用听了吗？对啊，别讲意义的闪击一波。可是说不定等下八十趴他们就全冲过来怎么办？有可能哦。那依照，我觉得依照魔力长的妙势，真是。好可怕、喔！哎、欸，我们一定要拼两波灵魂呢、欸，好可怕哦、喔。OK 啦，两波而已，对不对？
只是老大随便捅几下就没了。可以可以。这东西哦，没关系，你半截我会补你，不用担心。这只没有重伤了，会补光。好像不能加一了，应该是不行。刚刚那个太搞笑了。被困在里面了，然后又撞靶了。然后我就傻掉了。我要先找到目标。哦，不要一直唱靶好不好？把那只跑走的助理干死。住了，好像真的拿到了。No， 这次直接开贝伦吧。上龙三，二，一 ，Go！ 贝伦，贝伦。这根本就虐我啊！
力量符文就在里面，然后他就这样子搞我。放心。放心。这两只要一起死哦！哼，炸弹会有花束，那一只炸弹死了，我们就要打得过了。哦，还没，还有一次机会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用力，用力！不要打炸弹，不要打，不要打，直接走。给他炸就不会、okay. 就不会有爬树了。哦，原来炸是不会，我以为炸。没有，就跟激励那个他那个机制是一样的，不打他，给他自己炸就可以了。不要打他，重点是不要打到他，打到就，打到就有了。这个量感觉没有那一波。可是有一只，你看有一只石头啊，有一只石头下来了，都来了，都来了。有一只石头啊，这都来。接复活，接复活，复活在这。我来猜猜看啊，你挑错对手了吗？一次清两波，感觉好爽。爽的我们不要不要的，有了两次啊！快快快快！你先拉，我找人就过去了。没关系啊，等下可以拿修辞 buff。不拿。打得好辛苦。阿吉相信我，就算我们输出可以到三万也打不上去了。这个时间就要打完。我知道啊，对啊，我知道啊，所以不拿，反正都要打完。好，我要拿羞耻 buff， 可以消 BL。哎、所以伪王等一下可以再开一次。他只是羞耻 buff 不要回来吗？欸、没有啊，羞耻 buff 在那边哎、欸，那一波没有清，不晓得拿不拿得到。这只先打。
全掉血。这两只打完上肚子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你要死过去哦。你要死过去吗？那我。我可以回头拿修辞 buff 吗？对啊，也是好像也是可以。你是过去，你是复活。对啊，你不要近战动作。哎，回去拿修辞 buff 吧。等一下哦，你们先不要过来哦，你们先不要过来，先不要过来。我先试，我拿不拿的？哎呦，我会被炸死。啊、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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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欸、对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波要清的、啊、我死掉了，给我死吧，那不要拿，对啊，那不要拿，妈的，那我要再清一波灵魂，妈的，这一路灵魂有够难清。哎，不用啊，你就冲过去你就自杀，然后我们就进去活你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拜拜，来准备了，老三，老三，二一，坦克就排免了。哎，你，积木可以假死，不用怕。可是，哎，怎么有一波是追积木？他赢到怪啊！啊，他赢到了，对。积木假死，赶快假死，赶快假死，赶快假死，不要再进去了，赶快假死。然后目标打死。哎，没赢了呀！傻眼。胜负还有三十秒。别！我突然想到了，我有隐身药剂，我喝隐身药剂过去。眼睛呢、啊？隐身药剂。等我拉开你才。那个大机器人有眼睛啊。哦。你要等我拉开你才能过去，这样。我知道了。不能。不要有。很可惜，咱们没有大加一，太爆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这里吧，保底十二了。我们这一要不要帮你刷满、啊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好，对吧？对，做一次。因为我刚刚太早走了。干，为什么目标是我？哦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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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进战斗，可以可以，你可以去死了。就敢扣哎、欸！等一下，开光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有四秒。好了。二十三，二一 ，Go！ 你只配备我，再不讲啊！
暗烧吧，暗烧吧，我尿。谁？那是我，妈呀！我看错标了，我以为是妲己。哎、欸，对你怎么跟我，你怎么跟我一样？有时候会看那个 UI， 有时候会乱剪。没有啦，就是他剪是对的啦，只是我们看的时候都会看错。吉姆啊，对不对？哎，不要哎，他地上有箭头，头上有箭头啊！哎呀，因为我刚刚看到那个有一个红光，然后我以为他已经站在他旁边了。头上出了一个箭头啊！你们去看那个、啊？没有，我看错了，我以为被点到的那个已经站在桶子旁边了，我就没有再仔细看。只怪，小只啊！用那个维修技师啊，师。我现在还会有伤害，哈哈。戒指，哦，重的加速精通啊，好棒！